ันนี้อันนี้下面部分吗？可呀。哎呦我的妈！吃，让他怎么吃？我不吃，吃哥们儿。我不吃，我吃。饱了，饱了，看我吃啊！咚咚，嘿，嘿嘿嘿，王主管，吃饭了。老婆，今天你选什么？这没有啥吃的呀，快吃哥们儿，再开个饭，给你吃的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居然背着我长几单，看我这么执拗。完了，这次又给我换了，我得赶紧换回来。小车吧，来呀！哎呀，怎么热？牛肉河粉，长胖，等等。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一个？完了，又上当了。
搁这里头。不行，防着老婆偷吃，我还是扣回来。太好了，今天又扣肉吃了。妈真香啊！扣肉配米饭真是太好吃了。真香啊！姐妹们，我吃的这个梅菜扣肉啊，是冲厨家的梅菜扣肉。他们家的扣肉呢，使用的都是新鲜的五花肉做的，鲜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上锅蒸个20多分钟就可以吃了，再来点米饭一搭配，真的是太香了。现在下单49.9米发2盒，然后再给大家送2袋非常好吃的外婆菜。我把它挂到了视频下方的小黄车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，赶紧去扣一单尝尝吧。等老果膜回来，赶紧回复原装。下就万无一失了。吃肉了。